溪池乡、溪池镇、中明、涉水、鹿沟仔、东港、丁丁五个社区，今年参与管府社区产业行销计划，为了行销在地产业农地产品，今仔日伫东港社区发展协会成立社区实体店面，未来将串联合作行销在地优质产业，配合社区导览引导游客来参观甲购买，收入回馈将会用来推动社区福利经费。今年溪池乡有五个社区参加社区产业行销计划，并且推动实体店面的成立，串联全乡农特产品行销。今仔日伫东港社区成立实体店面。3、2、1，我们正式揭牌，我们东港社区富基兰农产村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咱来家就是，我们除了有好的东西之外，我们也要一个销售哈，自产自销的一个平台哈。那今天终于让我们东光社区的所有的，不管是我们的产业者还是我们的销售者哈，终于有一个平台可以展开哈，也非常高兴哈。那我们东光的好朋友们，大家是不是非常高兴？嗯，是哈，对啊，所以以后各位的产品哈，只要有客人来，都可以请你们来这边展摊。为了要串联行销溪池乡各社区的特色产业。溪池镇社区发展协会传承经验，并且结合社区的小旅行，提高社区产业特色的知名度。经典大饭店的市集已经做了一段时间，效果很好。那我们希望说，现在把这个周边的社区小旅行那结合实体店面来行销我们周边的这些社区的农特产品，让这些游客第一个可以体验我们在地的这些农产品跟旅游的这些乐趣。那另外一个方面能够把我们农民很辛苦栽种的这些农产品能通过这个活动通过这个旅行去行销。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冲击，社区产业的行销面临转型，除了实体店面的成立，也将自行车旅游的方式融入社区产业的营销。是，我乡村有足侪拢一个秘境，爱当吼结合咱社区，爱当来阮遮行行看看，爱当吼看到阮遮无同款的实体店面的农特产，啊以及着咱的在地小农所种的农产品，爱当吼来借由这样子的旅行，爱当来结合阮遮的农特产，甲阮遮的农特产，来甲阮带转去。溪池镇社区发展协会担任家母的角色。带领其他社区学习成立实体店面，希望为社区产业开创先机。那今天我们在东光社区所揭牌的我们第15个社区产业行销的一个实体店面，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实体店面也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游客来到我们一个社区，能够看到我们宜池乡所有的社区的一个产业。那这样的一个推动，我们希望也能够让各个社区的产业更能凸显我们社区产业的一个丰富。疫情的冲击和社会消费形态改变，社区产业营销也要对内转型，透过不断的学习，才能适应新的消费形态，增加社区自有的资源。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